第三十题，实验记录推测乙可能为哪一种元素？根据我们的实验记录，我们的乙没有光泽，那敲完就会碎裂，所以就表示它应该是所谓的非金属元素，但它居然是可以导电的。那么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元素是石墨，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呢，乙就应该是石墨。所以第三十题问我们说，实验记录推测乙可能为哪一种元素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石墨。